你为什么不割？不想割嘛，不影响啥。那为什么大家都割了，就你不割呀？什么大家谁割了？你知道谁割了？基本都割了呀。我每天都洗，挺干净的。不是细菌，你肉眼你都看不见，你搓搓搓，但是你是大面干净的，里面的包层那东西你洗的干净吗？翻出来洗。你翻出来洗个洗干净，而且跟你说很严重这个事儿，你细菌侵蚀，你那个地方废了，你可能得癌症。这不是我说的，科普说的。但你那有病了，你不整个人都切了？你现在还为了一小时。你不相信还你多看科普吧。暑期又到了，最近这个平台推送机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居然把水果医生那个用茄子假装割包皮的那个视频推到了王廷锷的首页，然后王廷锷好死不死的看了那个视频，随口问了一句我切没切，我说我没切，然后事情一塌糊涂。这个事儿很简单，比你想的简单，和你这儿拉一层皮，我可能刀法不太好啊，到时候肯定给你打麻醉。我知道还切嘛，对，烦死了，每天都在那给我做生理卫生科普，甚至吃饭的时候都在做。今儿中午给我点的茸毛茄子，我知道王廷锷是为了我好啊，但是呢他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做这个会有多痛，以及他也会很痛苦。所以呢今天就由我亲自为他上一堂生动形象的人体健康课。他不是想让我割掉吗？割，但是是假割啊！为了还原割掉之后的状态，我准备了护理内裤，内裤中的太空舱，像一个安全帽，保护蜕皮后的茄子，防水内裤，洗澡的时候保护茄子，护理架，睡觉的时候把厚重的被子撑起来保护茄子。这个计划史称保卫茄子。看到猫屎被铲了，哎，我就休息会儿，一会儿就铲。你腰头有点疼。猫抓了？没有，开个小刀。啊？开啥刀啊？开刀啊？忘了把包皮割了呗。终于割了，这么突然呢？这个事情这么轻？你在那天天嫌弃我，又帮我约，我只能自己割了呗。你自己在家什么？我自己约的医生，医生帮我割了。那喜事儿啊，好事儿啊！终于，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劳永逸，一绝后患。什么鼓了呀？什么东西啊？保护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肉融在一起？什么玩意儿？这么好奇敲一下得了呗。我怕给你敲碎了。什么脆骨？不是，我筋要是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吗？你们好专业呀！没见过吧？这样的一个心跳，然后正好这……你那么高兴干什么？这样一个心跳这么专业吗？不是，我好奇了，咋了？发现啥？有点小意外。做手术的时候，那刀不在那儿。就我可能麻醉之后，我就是怎么有反应，我抽了一个。你为啥有反应？我身体可能有什么反应？这抖动里，哎呀，我多切了一小片下来。不是啥意思？不是还能尿尿吗？不影响，就跟脱了皮儿一样。就被淹了。还能长出来的，就跟手指破皮一样的。不是咋？你是蚯蚓吗？头砍了还能？什么头砍了？什么头砍了？不是这么抖的，是。这么抖的、不是片片肉，它是完全没影响的。你不会流血吗？没影响，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愈合了。好牛逼呀、啊！真的好牛逼！你要是片片肉，这东西还是正常的，我就觉得很神奇啊。咋了？跟胳膊片片肉，你胳膊用不了了呗？可它不是胳膊呀、啊！哎、不给你逼逼了，我去上药去。上啥药啊？消炎药，上什么药？这啥？防止被子压到那儿来。你现在已经脆弱到就没办法承受被子了吗？不是，我没有，真的没有想，我只是这一切我都很好奇。别吵吵啊！顺着我伤口，哎呀，这么疼吗？哎呀，来点狠招！没事，不用不用。又得保暖，又得通风，又不能磨着，不就指着这个了吗？那你要干嘛呀？快递没拿，我给你拿快递去。都这样了，你都废了，你还拿快递呀、啊？说什么话？什么叫废了？你别拿了，我去拿，我躺着。你这个东西得养啊，你一直磨，那玩意儿一动一动磨能好啊？那你应该进卧室躺着，你在这儿坐着干啥呀？我
点行吗？往上放点，嗯，这样行。你不吃饭也不行啊。红烧肉行吗？红烧肉太油了，医生不让吃。要么我一会儿自己点点馒头算了。你吃馒头你也得配菜呀、啊，给你点空心菜。外面炒的空心菜太咸了，算了，我自己煮去吧。不，你坐下，你坐下，我给你煮空心菜，加点面条。得要点肉吧？可家里没肉。没肉啊，那没事，我去买。我去买，我去买。嗯，等会儿。那个医生说要多吃水果，那个维 C。给你点西瓜。西瓜水太多了，我现在尿尿疼。苹果太涩口了，我不想吃。香蕉那玩意儿老要去拉屎，最好要那种水分少的又甜的。榴莲太贵了，榴莲那个太贵了。这会儿他就问题了，我跟你说，就我怕你营养不够，我给你加了个蛋，你看这还有蛋花呢，看起来挺香的。我闻着我就想来一口。我还行，我现在不太饿。不饿你也得补充营养啊，你吹凉啊。一点味儿都没有，我就没加盐，给你做健康餐。谢谢老婆，是榴莲也好吃，真的。你剩了一半给我呀，谢谢你啊。不行啊，又干嘛呀？不是我休息了，视频咋办呢？不更新了，更鬼新更。不行，我这不拍着呢吗？那你就拍个包皮 vlog 吧。什么包皮 vlog？ 拍我照顾你不行吗？你先睡一会儿。不行，得出门了，伤口不能说会流脓的。是那地方流脓吗？嗯。我起来，哎，等，干啥？你这个还是顶的，我去找个空调。这是我穿洛丽塔用的裙撑，绝对不会顶到你那里。好难穿，你好像个狼外婆。这道具可以吧？你是不是感觉底下凉飕飕的？嗯，跟空调似的。有人。就是别人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没事，你做了手术吗？问题不大的。你知道大象是被谁气死的吗？被冰箱气死的。被气象局气死的。一个小绵羊被剪了毛之后就睡不着了，为什么？小绵羊山羊了，因为它失眠了。你跟那个白展堂那个动作一模一样，就是挖地道那个动作。又来假装换药了，这是我前两天专门从网上订购的升级版脚臭喷雾，据说就是那种刚从健身房锻炼完，然后脱下鞋子那个味儿，比之前那个臭味喷雾啊自然多了。咱们先试一下，咱们现在呢就给它喷到拖鞋上。我找那个刷鞋的刷子，鞋太臭了，太狗屎了。不是，太久没刷了，就味儿。你去躺着吧，我给你刷。我是不是挺脏的？就这种，好，你去歇着吧，没事的。我得把脚冲一下。冲脚干啥呀？我脚也臭。没事，我想办法。你先清清清清。咋了？弄完腰不？弄完腰就自己搓。扯着了。嗯。我戴手套给你搓。没事。给我洗脚是不是太委屈你了？没事，你也给我洗过，这是其一。其二，你现在特殊时期吧，你是个病人，我还不照顾你，那你等谁照顾你？你看起来更像个病人呢。啊！你别用脚碰我的手，嫌弃呗。我真怕我手染上脚气。现在时间8:30，我宣布保卫茄子计划彻底失败。为什么呢？王听我跟我遛完弯之后，就在厨房里捣鼓什么创意病号菜。说实话啊，他买菜的时候我没想到会有这种效果。这道西红柿炒鸡蛋，这道小葱爆猪血，现在他还在做甜品，但是我已经放弃装病了。反正这种病号餐再吃两天呢，不是病号也成病号了。一会儿呢我就摊牌，只要能不吃这些东西打死我都行。甜品又是啥呀？我在网上跟别人学的火龙果，小番薯。你这西红柿炒鸡蛋为啥是紫色的？因为我加了紫甘蓝啊。谁告诉你要往里加紫甘蓝？认了，我先看到一个攻略，说可以把西红柿、紫甘蓝和胡萝卜做一起，是对身体好。我想我们家没胡萝卜，我就鸡蛋代替了。挺清甜的，你尝尝。我不尝，我不吃。你离我远一点，我不吃，我不吃。啥？你打死我！你有种打死我！自己吃吧，我点外卖去。你不能吃。我能吃，我没包皮。爸爸，呸，我没有割包皮。我没割。你是不是逃避我做的饭？你骗我。逃不逃避你做的饭我都没做。打吧，打吧，检查一下，检查吧，检查吧，打死我，打死我。满意了吗？装学是吧？我还心疼半天。我不是让你体验一下我割了包皮你也很痛苦吗？我不痛苦啊，我今天照顾你我特别充实啊，保护我的充实做饭的爱好了。别充实，真的做饭这样可以不充实。
没事。还打，一点都不麻烦。我跟你约帮助。干嘛？为啥呀？一定要你做。为啥呀？一定要做。